郑中基同方力申呢日出席佢哋配音嘅电影首映礼 ，Wano 仲一家四口一齐嚟睇首映添。今次终于可以有一套戏可以带埋我两个小朋友一齐嚟睇首映，因为通常我啲戏系唔系好适合小朋友睇嘅。咁今次因为我之前佢哋又玩Pokemon 嗰个捉精灵嗰个游戏，咁我先识嘅。咁所以一知道有呢一个配音啊，揾我配，我即刻配。因為我不知道用，如果配完之後就可以同佢一齊睇首映。有網民就話揾暴龍哥配音，咁咪好多粗口咯。嗱，我要喺度澄清嘅，我唔係代表咗粗口噶，即係有一我其實得一套戲係好粗口噶咋。喂，同埋呢套《美加超》呢套戲係唔適宜有粗口噶嘛？咁咪有粗口小朋友點睇咧？係啊，但係其實我哋自己配音嗰時，我係的而且確有個粗口版嘅，不過收埋咗。我哋自己聽係好開心嘅。不過睇呢套戲之前 ，Wano 就有個忠告俾大家喎。之前配嗰時有個同事笑到個眼線都甩咗，咁我就講笑咁話：如果大家嚟睇咧，先落個妝先，一唔係萬一你一陣睇完之後個妝融唔曬咧，你男朋友都認你唔到，出場嗰時係咁揾你啊！虽然呢日梁汉文唔喺现场，但系见到郑中基、方力申呢个组合，大家都会谂起《美女厨房》，仲记得佢哋前排话会搞个 TVB 添啊！梁汉文咯，系啊，我哋个台叫 TVB， 系啊，系啦，佢太忙咯，佢太忙啦，我哋好得闲噶，我哋好得闲，我哋等佢啫嘛，